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说了，又气又冤的，感觉自己掏了那么多钱做的减肥项目，不单没瘦，同时见了都说我非常胖了，就胖了七八斤。我看您也不胖啊，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减脂？因为当时他跟我说的这个减脂项目特别明显，就是不用抽脂，然后不用受罪。他不抽脂，他用哪种方式去让你减肥啊？打针针剂，我用手拿针剂，用机器，就是一针一针的这样全身打遍。疼不疼啊？当然疼了，我都忍不住。当时你跟你自己有没有原因呢？比方说人家不让吃什么喝什么，有没有这些？这个我非常注重的，他说不让我吃甜食，就只不让我吃甜食就行了，其他都不忌口。那你这个事儿有没有反映给医院？反映了。医院怎么说的？医院迟迟不给我解决。那咱们一块儿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好不 好？本期特派员陈思远。今天是休息的时间。今天是休息日，那你们没有值班领导吗？今天周一耶，周一还是休息时间吗？是这样子，昨天还说上班了。我们是周日、周一，然后休息日。啊，那今天这个事儿得解决呀，老师。您能联系上吗？我一直打电话，一直都没有人接，对不对？故意不接电话。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，怎么会是故意不接电话？刚才还在通话了。外地的，他再过来的话又得从外地跑过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说你们约好时间再过来，这样不用跑麻烦，对不对？这么大一个医院，一天连个管事都没有吗？领导也需要休息啊，不是说那不能休息，你们七八个那这么大个医院的休息全部休息吧，总得有个人吧。我医院这边的负责人昨天他咋跟你说的？他说今天来财务查一下账，然后给我回复，今天给我最后的回复。但今天咱们一直联系不上他呀，你这约好的，这现在联系不上人。刚刚这工作人员也说了，打电话都没有人接。那你给那个介绍你来做手术的那个人联系没有？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一下。对，那都没有要值班的。因为星期日跟星期一上边领导几乎都不在那儿，知道吧？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开会弄啥？弄了我看看我你要是啥？你好，我是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记者。你还是让我朋友去接吧。是当时是你推荐他来做这个报指针项目了是吧？哎，挂了，怎么这么怕我们呀？再把我们电话挂了。我说我这么胖，我说我这么胖能不能减？他说你就想想你之前没有结婚之前，你没有生过孩子之前，你身材是啥样子？你怎么能恢复到那个样子？这他当时说的。我说我现在穿的是2号的衣服，他说那到弄好的时候差不多能要穿 S 号的衣服。我说不说穿 S 号，你叫我穿小一个门我都可知足了。这么夸张吗？这个针？他说的有这么夸张。你当时你都没有怀疑过吗？我没怀疑，因为啥吧？我说这个东西掏十几万，如果没有那他说的那个效果，他肯定也不会说这么贵，贵肯定有效果。我就刷信用卡套戒备，刷信用卡。您还借钱把这些钱交了？对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我花这么多钱，我也不觉得冤。问题是现在掏这么多钱，你还没有效果，你感觉冤死了。我挨了几千针，也不知道几千针了。那咱把这个事儿反映到相关部门，好不好？既然没有人给咱解决，那咱反映一下。我们现在会找一下人负责人电话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全部反馈给医院的负责人。如果你们双方真的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，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相关途径去进行解决。当天下午，院方负责人同意退还王女士20000元，王女士表示不同意，决定走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